那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伦玉跟阿佩。阿佩耶、yeah! 阿诺是、哦、他是我的脸啦，就是大家看他的脸然后听我唱歌。哦、oh. 每天我在深海听着灯笼，看来好像渴望离去聚首。阿诺最满意自己身体哪个部位？一二三，腿。来阿诺你说腿谁知道啊？我想念你。